我们这个试验是针对医疗照护人员，他们施打两剂 A G 疫苗之后的大概4到5个月之间啊，我们分成四组接种不同的新冠肺炎疫苗啊。那从施打后追加剂1个月之后的结果初步看起来，那四组都能够有效提升这个抗新冠病毒这个抗体的一个效价。那相对上来讲，当然 mRNA 疫苗上这个接种者使用 mRNA 疫苗追加剂接种者呢，它抗体上升的幅度比用蛋白次单位疫苗来的比较高一点。但是施打后1个月一样，我们如果看它的 T 细胞免疫反应呢，在四组之间都也是有明显的上升，那四组之间不同疫苗的这个接种者，他们之间的这个 T 细胞免疫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异。所以追加剂的施打能够有效提升这个前面接种两剂 A G 疫苗这些医疗照护人员的一个对新冠病毒的一个免疫性。目前国际上像这一类的研究也是有相当多已经都报告出来。那从前面的基础接种，如果你是用不同的不是使用 A G 疫苗，用其他疫苗来施打，那如果有打这个追加剂的话，大部分都能够有效提升他们的这些人的免疫性。所以第三剂疫苗施打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对于这个新崛起的 Omicron 变种株，第三剂疫苗的施打能够有效提升它这个抗体的这个量还有它的品质，那对整个疫情的防护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这个研究最重要透露出来一个最重要的讯息，就是施打追加剂之后，它的抗体产生的这个上升的量跟它的值都有得到相当的改善，同时T 细胞免疫的反应也是相当的不错。那国外也已经有少数的研究数据显示，施打追加剂之后的抗体下降的情况会比较减缓，那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不会像施打第三剂追加剂之后，可能不会像施打前两剂的基础接种，在4到6个月抗体就下降掉，降到非常低的一个程度。好，那未来这些追加剂施打之后，这些抗体可以持续多久，或者是 T 细胞免疫可以记忆性可以持续多久，我想这个就是影响到后面是不是需要施打第四剂的一个决定。但是这个大概都要后续要继续追踪这方面的研究，才能做一个判断。